现在是早上的6:40多，我们等一下要出发去礁溪高尔夫球场工作。哦，我们现在要先去吃早餐。这个是我今天的早餐。已经到球场这边，然后他今天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把这个台风啊支撑这个铁卷的那个从外侧换到里侧，换到里面，因为外面这边啊，如果台风来的话会比较难锁，所以我们把它改到里面，然后工具都在这边。刚才那一边已经完成了，然后现在过来这一边，这边有4只，啊，刚才那边有3只，然后现在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这个电动门的马达坏掉，所以6日也没办法拿到材料，要等礼拜1才有办法换。不过这个电动门的2只大致上都已经好了，然后再来就是换这一只，还有这一只，这2只把它弄起来。这样就可以啦，超多人在打球，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打球。现在啊，我们已经全部完工，然后再来那个铁门，就是要等礼拜1的时候马达来才可以更换。还没做完就下大雨了，超大的雨！竟然还有人在打球。雨超级大，刚刚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南洋平原，现在都看不到，雾茫茫的一片，然后还是看到这些都是客人的车，不是员工的车。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球。啊，除了有高尔夫可以打之外，这边还有饭可以吃，就是如果你打完高尔夫或运动完，你肚子饿了想要吃东西，你可以上来这边点他的东西吃，我觉得还蛮好吃，尤其是他的牛肉面超级好吃。然后他这边也有那种半桌那种，那价格其实也都不会很贵啦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，你来到这个这么山上，然后又有这么好的风景哦，我觉得这些价格就跟在风景区或是说观光景点其实是差不多，但是他的价格没有观光景点来的那么高，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你们也可以上来这边吃看看。你没有打高尔夫，你也可以就只是来吃东西，它有一些什么咖啡啊，然后饮料啊，然后楼上的部分就是一些主食啊，就是什么饭啊、面啊，或是一些快炒之类的，然后它也有简餐，我觉得非常的棒哦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啦，然后我们家也下大雨。超大声的哦！今天的工作呢，到这边就已经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接收到的最新资讯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